谢谢张承宗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真情永在》，谢谢张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杨伟杰。大家好。那其实我来沙巴已经是第四次了。那我去年六月份第一次来，然后这一次就是第四次。我说华语说得不太好，希望大家原谅。我尝试说一下华语啊。那谢谢啊。那个我六月份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我以后会经常来。有时候我也找不着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经常来，就是过两个月来一次，过两个月又买机票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听到这个曲目以后呢，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就是真情永在，就找到这个原因了。那这个真情永在这个乐曲是，其实是我们张老师的老师，就是苏启明老师的作品啊。那为什么叫真情永在？那然后我们那个施工的为人是怎么样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谢谢。啊，各位贵宾，各位亲爱的观众啊，各位华语之友，大家晚上好。我刚才大家欣赏过的这首乐曲呢，是我的老师在六年前所写的。哇，当时候我就跟他拿了这份乐谱。啊，来演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分享，啊，同学们问我这首乐曲要怎么表达呢？我说只有两个字，真情。啊，那么怎么样讲这首是真情呢？这个是我的老师他的一生，因为他在50年代开始搞华乐，那么他到他去世那一天为止，他为华乐付出的一生。但是呢，他每个月最多从他开始教华乐只拿40块钱津贴，到他去世那一天，他只拿200块钱的津贴。哦，假如说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也不很不适合的一个安排。但是我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用他一生的真情来奉献给我们华乐，所以我们才有。啊，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在第一代华裔人的这种牺牲的精神下，我们在社会人士的支持下，我们的华裔他一天一天的成长，还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用这首歌来纪念这位其实老师。好，谢谢大家。谢谢张老师。那张老师为我们介绍过这个真情永在跟施工的那个回人跟那个乐曲之后呢，我们就现在下面就听一个来自香港的华乐，也是算是比较早期的传人，是香港中乐团第一任音乐总监吴大江老师的作品，叫中国风爵士乐 No.1 第一首啊。那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指挥，就是也是来自香港，跟我一样的啊，他是吹笙的青年生的演奏家叫郭成祖我们有请郭成祖老师。